不认识。就是有个恋爱的过程。不行哎。
我觉得我也穿内衣，对吧？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不太喜欢那种，你听我说，就是，就是每个人他的那个长相气质，跟他就是做出一些那个动作，还是得匹配一些。就是有一种是那种极其，或者说极其的那种，也有人喜欢，但是有一种那种就是稍微有点就是小不好意思的。哦，我懂了。我觉得我胸部就是属于
其实我是会的。私下是不丢人，但是就是要是放在台面上的话，就会觉得有点太那个什么了。有什么大碍吗？就是不会那种特别过分的那种，就是来者不善的，就稍微有点根据自己的，就是自己平时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，对吧？你觉得长相漂亮吗？要有没有整过？要不要去打个针什么的？经验这个东西，看到钱了会慢慢来的，会逼着你往前有经验的。体重是100不到，90几斤，98这样子。瘦不瘦了吧？我原来最瘦的时候就93，现在已经长胖一点了。因为我一瘦下来会先瘦脸，如果有脸没肉的话会很丑，所以我最近还养胖了一些，但脸上太干瘪。继续了，我真的走，就今天不能进来。明天吧，明天下午你不一定有空，我自己在那个上午播之前，你再看一下行不行？然后明天也拿一些衣服过来，衣服太少了，好吗？嗯，那你说，我做。
我明天直播的话，你们下午是班派上次是吧？班派上次那我就下午就播过，然后我晚上就播两个小时，这样我8点钟播，10点钟结束，你觉得呢？10点半的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进场。行吗？再早一下。那我就7点钟的，7点到9点，9点半进，可以吗？啊，行，那就先预约吧，时间，好吧。不许约啊。你知道我在绿色站是那个，就是在熊猫站是唱歌，然后聊天。我上头发现了网红。